中国青岛国际商务区 CID， 一个青岛联系世界的国际化枢纽，中国一带一路全球战略的青岛新担当，构建世界级商务区的巅峰之作，青岛拥湾绽放的环湾之钻。 CID 国际商务区是青岛环湾发展的重要一环，自贸区围绕基地成为其创新发展的土壤，而基地亦是促进自贸区飞跃的核心支点。纵观纽约曼哈顿、汉堡海港城、伦敦金丝雀码头等商务区范例，无一不体现着多元化文化包容、国际化城市魅力、人性化街区生活和差异化的经济韧性。场地是城市形态灵感的源泉，将山、海、城有机联系为韧性生长的共生系统，形成新的完整生态框架。生态犹如一棵大树，地理和水文塑造蓝绿相间的枝干，自然系统捕获并清洁水资源，促进自然通风，清爽洁净。由自然韵律所启发的城市、建筑和景观，设计秉承一带九组团的总体构架，由一个生活环线及一个商务环线相串联。精彩的环湾海域，保持、尊重并赞颂海洋生活与海事文化，是青岛的城市特质。环湾区域定期上演精彩纷呈的国际赛事、海上歌剧与演出、游艇俱乐部和最新发布会现场将与环湾步道相串联，混合功能区步道系统轻松到达滨海公共区域，整个片区与海洋呼吸相关。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，中国第一座零碳城市片区，片区将引领100%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向与未来，不再使用化石燃料供电和热。高密低碳的城市自身即是立体的公园和城市绿肺。青岛门户，环湾之钻，面向世界的自由贸易与国际创智资本门户形象。西区企业总部加东区创智资本相得益彰，成为服务整个自贸区的资本交互中心。城市在山水之间展开舒缓有力的天际线，地标建筑融入山、石、海的岛城意象。国际范儿、青岛味儿，场地精神与国际生活智慧的交融，这是个7x24小时的休闲都市，城市农园、海鲜排档和铁路下的餐厅酒吧毗邻，提供新鲜绿色的海鲜及本地食物，降低物资运输的碳足迹。智慧互联之城，城内与外的无阻畅行，直住之间的优雅流动，以连通全境的云轨系统及跨境步道体系，构建全覆盖的步行可达性，巧妙解决胶州湾大桥和铁路对场地的隔阂。无人驾驶花园承接点对点按需式自动驾驶交通系统，这是下一代创新集成地和未来城市的实验室。健康人居环境，理解每一个人对家的不同需求，舒适、健康，响应当地气候的建成环境，国际标准的室内外健康体系，国际家庭公寓、一线海景公寓、产业研发社区、时尚 SOHO 和地标建筑的顶楼公寓等多样化选择，国际医院汇聚全球医疗资源，接入千家万户。中国青岛国际商务区 CID， 国际化、创新风、智慧城、青岛范儿。